这个是属于第几块？第二块。不懂，没有数哎。总共四块。他正在吃。神龟。非常神的龟。还要看别人的，在拍他。还要看这个 video。然后是看你的镜头。还会看镜头的。但是真的比较聪明哎。very smart。不过那天我给花龟吃了面包，它也会吃。花龟呀、但太干了，它不太适应。它干嘛？它想要吃另外一个角度。吃都是。跟小威廉一样。我说吃了点都是，他还知道要弄掉，还弄不掉。弄掉。他在干嘛？现在？他在喝水。